大约在三周前，我在做晚课时，意念起我的祖母，当晚即在梦中见到她，双眼不见，说腿不能走，我当时叫她念佛，她照做了，我便离开了。约一周之后啊，我又在梦中见她，相貌完好，生活无忧，我心里边安心无虑。他请法师帮助我解梦，我帮你解梦。这个事情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说的很多，说的很好，你们会记得吗？梦见这个家亲眷属是已经过去的这些人，你梦到了。你梦到呢，这个时候佛在经上讲，他又求于你，求你帮助啊。所以梦到这些事情，我们应当很虔诚的诵经念佛回向给他，他就要求这个。所以你梦到之后，你要为他发愿，我念十部弥陀经给你，或者我念100部弥陀经给你，我念10000声佛号给你，我念100000声佛号给你，专为他念的，他来求你这些，你应当要帮助他了。至于你念多少部经，念多少佛号，以修行功德回向给他，这是你自己定的。你看看你自己有能力帮助他多少，一定要帮助他。你这样做呢，以后再就不会梦见了。